植物变身空气清净机。十种盆栽有助居家抗空污。近来空污和雾霾问题日渐严重，能够去除空气中的各种污染与有害物质的净化空气植物因此备受瞩目。常见的室内污染物质有甲醛、一氧化碳、氨、苯、甲苯等等，以下挑选了十种空气净化植物，可以有效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达到净化空气与调节湿度等功效。一、黄金葛，能有效消除空气中的甲醛，且易于栽种。二、美丽粗类草，叶面的花纹多样，十分耐阴且易于栽种。三、波士顿肾蕨，蒸散作用显著，能够有效消除甲醛。四、火鹤花，能够消除一氧化碳和氨，花苞美丽，因此相当受到欢迎。五、尖尾姑婆芋，叶片大，独具清新风格，能消除机器散发出的化学物质，适合摆在办公室。六、雪佛里椰子，蒸散作用显著，消除挥发性化学物质的能力也十分优越。七、观音棕竹，能有效吸收氨，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长。八、黄椰子，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选定的第一室内空气净化植物。九、孟加拉绒，最具代表性的室内观叶植物，带光泽的叶片是其最大特色。十、番仔林头，净化空气的能力优越，在相对不佳的环境中也能生长，树形柱独特，适合用来观赏。柱，树形是综合树的根、茎、枝、叶等条件所表现出的外形。近来空污和雾霾问题日渐严重，能够去除空气中的各种污染与有害物质的净化空气植物因此备受瞩目。常见的室内污染物质有甲醛、一氧化碳、氨、苯、甲苯等等，以下挑选了十种空气净化植物，可以有效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达到净化空气与调节湿度等功效。一、黄金葛，能有效消除空气中的甲醛，且易于栽种。二、美丽粗类草，叶面的花纹多样，十分耐阴且易于栽种。
三，波士顿肾诀，蒸散作用显著，能够有效消除甲醛。四，火鹤花能够消除一氧化碳和氨，花苞美丽，因此相当受到欢迎。五，尖尾姑婆芋，叶片大，独具清新风格，能消除机器散发出的化学物质，适合摆在办公室。六，雪佛里椰子，蒸散作用显著，消除挥发性化学物质的能力也十分优越。七，观音棕竹，能有效吸收氨，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生长。八，黄椰子，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选定的第一室内空气净化植物。九，孟加拉绒，最具代表性的室内观叶植物，带光泽的叶片是其最大特色。十，番仔林头，净化空气的能力优越，在相对不佳的环境中也能生长，树形柱独特，适合用来观赏。柱，树形是综合树的根、茎、枝、叶等条件所表现出的外形。